大家好，我是意大利台哥妈。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下，看我们在这边通常都买一些什么东西。我来这边必逛五金行，窗帘的那个腰带的挂钩，纯铜，然后也有铁的，真材实料的东西。把盘子当成一个艺术品，吊在墙上的一个挂件，各种尺寸都有，所以我买了小的，还有大的。窗帘腰带流苏，在市集里面看到，我就买了几个，刚好搭配家里的窗帘腰带。意大利真皮腰带，这个也是一定要买的，在市集里面买，一条大概就是不到台币1000块的价格，但是质量都非常的高。噔噔噔，小童的围裙，我觉得实在太可爱，所以我每一个颜色都给他买一条。小童的围裙。非常可爱，丁字裤专用的护垫，哎，就不说我平常习惯穿什么了。我来这里一定都会，整个12个月需要用的用量，我通通一次买齐。深色的唇膏、唇彩，小朋友的沐浴跟洗发精，这两个品牌都是在意大利制的，都是质量非常高，通过很多欧盟的检验的。然后对小朋友的皮肤比较不刺激，属于比较天然的产品。然后这个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，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。再来还有一个非常便宜的东西，但是非常非常好用，这个东西叫做米淀粉，一包大概半公斤，然后在超市或者是药妆店都买得到，大概不用2、3块欧元。用米淀粉泡澡，可以排解因为流汗或者是热产生的痱子，或者是轻微的湿疹。对皮肤敏感的人，比方说婴儿或者老人或者敏感性肌肤，都非常有帮助。多的采买大致就介绍这边。今天的影片如果帮我按赞、分享。然后在底下留言 tag 一个你的朋友的话，我今天就释放3件刚刚介绍的小童围裙，回台湾的时候我们来抽奖，抽给3位幸运的粉丝，然后台客妈寄给你们，拜拜。